我曾经在媒体工作了10年，我认识许多的记者，有的记者他对追求事实充满了热情，有的记者善于与人交往，而一般来说，记者们大多也都拥有妙笔生花的文采。不过能够写散文、写小说，同时还能够让作家杨照、纪蔚然等人联手推荐的，那可能就不多了。今天邀请到的作者是李维京，身为艺文记者的他，长期投入艺术观察跟评论写作。而身为作家的他，则是以嘲讽、冷静，但其实也充满了天真跟期待的视角，写出了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本书《老派约会之必要》。欢迎今天的来宾李维京。维京你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维京，我们先来说说你这本书，看起来是一本看似浪漫，其实翻开来里面犀利冷静，但其实就像我刚刚说的，也充满了天真。为什么叫做老派约会之必要呢？书名是书里面一个同名的一篇算散文诗吧。我写的时候是一个很晚的晚上，然后在脸书上开始逛，然后看见大家在那边说话讨论，忽然就觉得非常寂寞，然后就想起了电影《万花西春》里面金凯利那样子，在街头上散步跳舞，那种人跟人之间很老式的温暖的很甜美的东西，然后我心里就有一个歌唱起来了，就觉得就来写一个这样子像跳舞一样像唱歌一样的诗吧。所以是因为现在不再有那种甜美的老派式的约会了吗？我想这就是一般的大概的状况吧。我们现在很习惯用脸书、用 APP 去找人，可是不打电话，因为要做声音跟声音的接触，人跟人直接的来往好像都回避掉了。大家在网络上聊的好像就十分的亲热，可是实质上的接触是非常非常少的。我有时候看到这样就会觉得好哀伤啊，可能应该就是这样的感觉，忽然写了这篇文章，希望有一点点像我们小时候期待的老派的人跟人直接温柔而直接的对待来往的那种心情。所以贯穿这整本书的其实是一种你对于现代人跟人之间情感，或者是现代人跟人之间交往的一些观察，是吧？对。带我出门，用老派的方式约我，在我拒绝你两次之后，第三次我会点头。不要 MSN 敲我，不要脸书留言，禁止用 WhatsApp 临时问我等下是否有空。记得把你的 iPhone 关掉，不要在我面前简讯，也不要在我从化妆室走出来前检查脸书打卡。你只能专注地看着我，跟我说话，想着我。我们要散步，我们要走很长很长的路，约莫半个台北那样长，约莫93个红绿灯那样久的手牵手。我们要不设核心相亲相爱，走整个城市。只有在散步的时候，我们真正的谈话，老派的谈话。其实这里面有小说，也有散文，也有写人跟人之间你描写某些人哦。其实我们常常会碰到的一种状况，就是当你在描写用所谓的我这种第一人称的时候，人家都会认为那是不是就是你自己的故事。那只不过从这个角度里面来看，我觉得倒是有一个观点蛮一致的，就是其实你是在以一个女性的角度在观察人跟人之间的交往。比如说像你写到相亲这件事，这个不免俗的要问一下，这是你个人的经历，还是说你综合了你身边朋友的经历来讲相亲这个事情？我没有相亲的经验，对，是我朋友的经验，然后我的女性长辈们也会跟我说一些他们年轻时候相亲的故事。这一篇谈相亲的，其实乍看是相亲，其实主要谈的是女孩子跟女孩子之间，即便是好姐妹，私下也会有一些较劲、竞争、勾心斗角。即便你看到了那个姑姑阿姨辈的，她们都六七十岁了，谈起姐妹之间这事情，还是不免愤恨或有所感慨。
那像这一篇就像是我书的第一篇正式脸小三脸，看起来像是讲正式与小三也是一群姐妹之间在聊天里面的彼此一些表面上看起来是姐妹情谊，私底下打来打去的一些过招的状况。我觉得女孩子这些状况我常常都看得很有趣啊。对啊，其实这种观察我自己看来，我就是回想一下我跟朋友之间的对话，我就觉得喂，吓出一身冷汗。而且你用字是很切中你的观点的，其实你的观点不见得是跟一般女孩子以为的是类似的。比如说像我刚刚看了其中一篇，讲到了这个三娘教子，你讲到了这个怎么样养大别人家小孩的这一种观点，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观察？是这样的不同的女性，在你心目中，你到底想要表达的是女性的面貌到底是什么呢？传统女性里面，养大别人的小孩子，丈夫跟别人生的小孩，我用的是两种对照，一个就是含辛茹苦的，要成为大家眼里的好女人，那样养大别人的小孩，这是其一。那文章里面另外对照就是一个日本剧里面的一个变性人，同样也是养大别人的小孩，可是他就是充满恨意，要做一个长期的报复，那就是一般人眼里的恶女的一个心情。同样是养大别人的小孩来做一个对照，是一个求的是外在别人眼里面给你的歌颂，给你的美名，也有就是完全抒发心里的恨意，求一己之爽快，就是我觉得很有趣。那你是不是也有意要用透过这样子的方式来点醒好跟坏、善跟恶，我或者是说俗世里面对于哪一个才是好女人的观点呢？我之所以对照这两种恶女跟好女人的角色，我相信是每个人女人心里都有这两种面貌，一方面希望能够做一个让大家赞美的好女生，传统或者是男性社会要求你做到的，可以获得大家的称赞。可是我相信啊，每个人心里也都是有那个恶女的呼唤，她永远不会停止。是天使跟魔鬼的那两面吗？我也不相信恶女从头到尾就是一路这样子，她心里也是会有一些辗转反侧的。那我觉得这是格外有趣的，倒没有说你一定要当这种或当那一种，是两者都应该是并存的。我相信，尤其是现代的女生尤其能够体会这种心情。其实维京，你知道我在看你的这本书的时候，我觉得很多时候是很畅快的。为什么？因为其实你谈的话题，谈到很多人对于自己未来的期待啦，像你刚刚提到的好女人坏女人这些议题，可能都是我们常常在很多书，特别是在谈女性的书或是从女性出发点去谈的书。但其实我觉得很大的不同是你观察的角度有一点不一样，在我看来，比如说我个人觉得看得很畅快的是这个艺术家的妻子这一篇，你讲到了这些艺术家的形象，还有围绕在艺术家旁边的这些女性，这个观察怎么来的？这就要回到您刚刚在开场说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在当记者的经历。我那时候当记者主要的就是跑当代艺术，所以我等于是一出社会一开始就跟艺术家或艺术圈里面长时间的相处，也都成为他们的朋友。一般的人看到艺术家都是仰慕他们的才华，看到他们惊人的成就，还有特殊的对世界的见地。可是我会，可能我是女生吧，我就会很在意那艺术家旁边的人都在做什么，所以我特别在意的会很观察的就是艺术家的太太在做什么，艺术家的助理在做什么，还有行政人员在做什么。我相信他们会投入艺术界或者是会留在艺术家身边，一定也是同样对于艺术对创作有很多自己的热情跟想法。那是什么会让他们愿意放下自己，然后去把自己的一切心力都去同一个艺术家或投入到另外一个人身上，让他们发光发热？就是简直就是我刚开始投入社会的那几年当记者的时候，每天都很开心的在观察的一群人。好，听维京讲这个回答，可能大家会跟我以为的一样，是
所以这一篇文章你应该在写的是那些原来她们也是很有才华的女性，或者是哇，这些女性多么的伟大。但你完全不是，你不是这样在描述这一群人的。这就是我说很有趣的，因为就这个角度来讲，可能大家预期的是你会描写的是这些，哎呀，这女人的才华被淹没啦，这女人很伟大，但事实上不是的，为什么呢？我想很多人都想当艺术家，就像很多人想当小说家一样，那中间要投入的辛苦，每日每夜的长时间的要求，那是非常要自我要求严格的一段过程，你能不能经得起？如果你很快放弃掉，就像很多母亲一样，我放弃我所有的梦想是因为要成就你的梦想，在我眼里这些都是非常可怕的事情，是用另外一种方式给自己找托词，对自己不负责任的。我在他们身上看到一些这样的人格特质。另外一个同样让我惊奇的是，在同学会这一篇里面，你提到了说一个胖胖的女孩子，她已经变瘦了，她到同学会里面，她以为会得到称赞，结果没有想到大家记忆她的还是胖的那个模样。这也是让我有点意外，因为我觉得在一般的言情小说吗，在一般的爱情故事吗，我们看到的是那个胖当年胖胖的女主角变瘦了回去以后，就算当初她爱慕的那个男孩子没有爱上她，至少她也出了一口气吧。但为什么在你的描写里面，我很讶异地发现这个女生应该还是有一点挫败的，她还是失败了吗？为什么她在人家的心目中还是胖的呢？灰姑娘后来变成公主，或者是胖女孩减肥成功获得大家的赞赏，或当初拒绝她男生后悔，这不是人生啊。现实的人生比较难发生这样的事情。多数的状况在我眼里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人怎么看待另外一个人，可能在关键的相处的刚开始的阶段就注定了你们一生的对待的方式，不管是夫妻或朋友，你要再去逆转那种最初的印象造成的，其实非常困难的，都是非常有限的。我觉得你这样会不会有一点消极啊？我觉得那是人性的一部分，只是我可能比较呆吧，我看到了就把它写下来，有点像是那个国王新衣那个故事的小孩子，然后我就呆呆地写下来。我应该，如果我说多说一些，这个世界会变好，只要你努力就会成功，这世界上有童话一样的结果给其他的女孩子听，她们会比较快乐，就会觉得未来还有希望活下去，但是我做不到这样的事情。我真的访问到现在，我有一种感觉，我觉得有些时候你会觉得哇，这女孩子好犀利好精准，有时候你又看到了那种天真的期待，所以它一直交错在你这本书里面。这我觉得这是看这本书的一个比较不一样的经验值。那当然文字的优美是一定的，我觉得很像是维京在对我们喃喃说些什么，但是他似乎又不是很在意我们的反应是些什么。为什么会是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呈现这本书呢？我在写文字的时候一直希望能够加入一些特色，像是音乐性这样的东西。我希望不管是小说或者是散文，或者是人家怎么界定我的写法，至少我都希望它的特质看起来是有节奏感、有旋律、有音乐性的，它甚至可以像一首歌那样可以唱的。我觉得文字它也可以有官能美在里面的，我是这样的尝试去做。我相信啊，所有的艺术形式在某个阶段都是共通的，我们可以在绘画里面听到音乐，在音乐里面感受到文学性，那为什么文字里面不能感受到音乐，不能看到画面呢？这就是我非常想做的东西。急于沟通的渴望
急于分享的迫切，才会让这城市的每个人一直说个不停。因为一直说却不被理解，于是人们也忘了要倾听，大家只好焦虑地继续说。但大家拼命地说，说出的话却不被倾听，于是那些言语散失在空气中，变成小小的漫天沙尘。失效的沟通，明知徒劳无功，却仍然重蹈覆辙。大家就像鲸鱼在水里拼命吐着泡泡。我们这样子来说，我觉得不是那么公平，但是你是用女性的角度在看人与人的关系吗？或者是现代人的爱情或者是感情观吗？与其说我谈的是不是爱情，倒不如说我借着爱情切入，再谈究竟是什么事情让人跟人之间的沟通这么困难，让阶级、让权力要消弭这么困难。我想从第一本书，两年前我出《我是许良良》的时候，我谈了一个叫做少女学的这样子的东西，基本上也就是在思考，在高度的消费主义，在物质文明等等，我们一切见到的繁荣，好像兴盛里面，其实有一些关于最初的纯真的东西，似乎都得不到了，就消失了。我为这样子的消失感到很哀伤，也为很多像我一样觉得那个纯真很重要的人感到不平。那他们可能会衰老，或随着年纪越来越大，跟这个社会做妥协。可能我自己也是在妥协一部分，因为我也自己也工作，也碰到很多人，我自己也逐渐在变老当中。但我总觉得，即便是逐渐妥协，即便是逐渐衰老，我也想为那些逝去的纯真，或者是还想得到这些纯真的人说一点话，留下一点记录。但事实上，我相信很多人也会猜测，这是你真正心里的想法吗？这就是你吗？描述的故事是你吗？把自己这样呈现出来，我觉得你很勇敢。我想小说大体来说是分为两种的，一种就是写重大命题的小说，去寻找奇人异事，写很大的变化，很写戏剧性的命题的那样子的，有些人会称之为大小说这种东西。但是也有另一路的小说，它譬如说像 Alice Munro， 譬如像 Raymond Carver 这样，他写的可能就是一般的人，可是在乍看平凡的人生里面，他们可能心里有非常戏剧性的起伏，高兴或者是绝望，只是在一些平凡的外表之下，他们的悲喜从来没有人发现过，即便是他们身边最亲近的人。我喜欢的或我在意我关注的显然是后者，我在意的就是跟我一样子平凡，我一样子生活在这个世界里面，他们心里可能上上下下多次，可能没有人关注的人，多数的人会去追逐丰功伟业或功成名就，可是我更在意的是这些平凡的人心里的跌宕起伏。那如果有一些读者的回想或共鸣的话，我自己猜想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吧。维京，你觉得你这些文章是写给谁看的呢？是曾经见山不是山，现在又见山是山的熟女们看的呢，或者是给那些对爱情、对男性典范仍怀抱少女般梦想的人看的呢？如果我们的外在都一直老去嘛，然后我们的社会能力逐渐会变得世故，但是我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样，心里面有一个什么角落，他就是死不肯老，怎么样都不肯松手，还要抓紧你小时候紧紧相信的那些，像是艺术，像是梦想，即便你有时候觉得那可能是不是都是幻觉，那对我的人生到底有没有帮助，常常这样子的疑惑。但即便疑惑，即便愤怒，
都还是不肯对曾经有的幻想或者是梦想或者是纯真松手的人。你希望读者看完这本书，你有没有期待他们是什么样的感觉？我只是觉得如果能说什么让他们开心或者有一点安慰的话，是即便很难过，即便很心碎，大家都是在同一条船上的，也许这世界上就是你可以理解彼此的痛苦，但也不能相互依偎的人很多，但很寂寞的时候就想想别人也有同样的寂寞，说不定会好一点，也许帮助有限，那我希望有点帮助。伟晶，你是寂寞的人吗？谁不寂寞？我可以预言这将是寂寞的一个星期，周一，在无聊的会议与琐碎信件的往返中恍惚；周二，要洗头、护发、修指甲、银行转账；周三，参加死去朋友的告别式；周四，与猫玩耍；周五，反复邀约，因为半熟不熟，犹豫万分，但想到适度的人际活动可以储存更多距离，于是穿着打扮，喷上香水出门；周六，清洁房屋，丢弃旧物，疯狂健身；周日下午最可怕，全世界人类以复数形态踏青、逛街、购物，而我在附近的小公园发呆。周日下午，全天下是活着的死城。作为一个记者，可以相对抽离的去说别人的故事，但是要作为作家，真的更多投入的是自己的情感跟期待。或许就像杨照形容的，维晶太聪明了，他聪明的不适合当一个记者，作家对他来说一定是更适任的工作。至少我个人对于他是又佩服又羡慕的。看了书，我相信你也会有同样的感受。非常谢谢维晶，谢谢。谢谢。